好，欢迎收看2月14号的国联甲新闻，我是陈慧玲。2014年的新北樱花季樱花小旅行，在象征爱你一世的2月14号在三芝区办理，在市长朱立伦的见证下，百位情侣是双双对对，并且赠送了他们樱花情人福袋，一块去看看。今年情人节适逢元宵节，五十对打扮成王子公主或是米奇米妮等童话情人，在樱花林下和优美的歌声中互相许下爱的承诺。在市长朱立伦的祝福下，现场的一对情侣求婚，由男方为女生戴上金坠子项链，象征恋爱历久弥坚。今天求婚了啊！今天求婚了，那什么时候要结婚？讲一下。当然不结婚了啊！这个当然不结婚了啊！什么时候？今年底以前哈、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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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、啊、谢谢 Thank you. 谢谢 Thank you. 那个市长 Thank you. 那个特别准备一个礼物让他去求啊！来，我送你一个，你刚刚没有带礼物，我送你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，恭喜你们 ，Thank you. 好。先讲元宵节快乐啦，年纪比较大了一点啦，但是还是情人节快乐。那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很有情人节味道，而且也有元宵节的味道的一些活动啊，包括我们今天神灵进港也好，或者是我们今天最美丽的樱花季啊，大家看到樱花在绵绵细雨中散开，那这么多的一些情侣啊，还有人告白求婚。那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平息放天灯，都是一些很具有情人节味道，也很有我们元宵传统的一些活动，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。农业局表示，今年樱花提前绽放，新北市一片樱红喜气。从新北市中和的烘炉地、三芝西堤路以及青山路、木屐寮、平溪的细平路、林岩市、灰窑农路等等，再结合近200家的特约商店，让喜爱樱花的民众在新北市就可以一边赏樱一边品尝美食。欢迎大家共同来，不管在我们的三芝地区、在淡水地区、在乌来，或者是我们在石碇啊，很多的秘境都欢迎大家，很多好朋友，我想很多年轻人一定很有兴趣。农业局表示，接下来还有许多场特色赏樱活动，例如2月15号的淡水区护尾樱花大道健行活动，2月28号的三芝区三生步道樱花健行活动等等，邀请喜爱樱花的市民朋友们一同来参与。接凤翔三芝场报道。